小姐，我现在告知你，你家里妨碍公务的现行犯，我现在要逮捕你。我发了妨碍案件，那我们就去到前往中华东路三段28巷一间那个社区大楼内发现你姓名中，那个住户发生口角的争执，那据了解那个姓名中是因为找朋友，然后知道声响，然后影响到周边的安宁。那过程当中哈，他有跟着住户发生了口角以及肢体的冲突。那我们同仁啊，就是向劝导架开之后，然后因为李姓民众他的酒后失控啊，然后以政权啊挥击哈我们同仁的脸部，然后造成了我们同仁嘴唇呢有挫伤。那当先让我们依照好妨碍公务的现行犯予以逮捕啊，全案依照妨碍公务的罪行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